这次看看还会不会亏本。一个粉丝朋友给的灵感，我们今天做爆米花去学校门口卖。现在摆摊要求这么低了吗？只要不亏本，之前说好的10万块呢？做梦去吧。这里买材料一共花费了30块，你们说怎么卖合适呢？可以生吃的吗？这些黄油你试试一口，你试试，你会不会拉肚子、啊、我刚想说它好像奶油，没味道的。你不把黄油吐出来，我吞了。你还不快点，那个锅都要烧穿了。老妈，你这个烧火酱这么给力的。香的嘞。行不行的你？行，不能说不行。说到外观呢，现在就简单小窗口。你看你老妈多好，怕你的衣服脏。肯定是老妈好啊，世上只有妈妈好，说的是没错的。嗯，我也觉得不能原价啊。是的，一定不能原价。对，老妈倒玉米粒下来，把糖白糖也倒。好香，爆米花的味道了。阿妹，我也闻到香味了，全村人都闻到了，等一下都过来来吃爆米花。等一下过来排大队吃爆米花。爆了爆了爆了。哦，第一锅。老妈，嗯，好甜啊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好香，好甜。吃吧吃吧，来吧来吧。放多一点糖，那些小朋友想吃甜的。哇，漂亮漂亮，已经找到爆米花的技巧了。一锅比一锅亮啊。最后一锅准备出摊了，今日营业开始，就卖5毛钱一碗吧。这两碗香喷喷的，香喷喷的，刚刚弄出来没多久的，再给你加多一点哦。来，你们两个一起2块钱是吗？这里一块，我也没带。好，放着先，我等一下装给你。要4份1块的，分开装好。好，来，给你一块。谢谢老板。不用谢。嗯，来一块，要5毛是吧？等一下排队。玉米粒呀、啊，锅里呀、啊，噼里啪啦爆成花，又酥又脆又香甜，休闲游乐能解馋。天热吃点爆米花，晒过雪糕和西瓜。天冷吃点爆米花，出门不怕大风刮。当零食来做夜宵，爆米花也营养高。要一块是吧？那种黑的你就丢掉哦，黑的可能有点苦。好不好吃爆米花？必须好评，兄弟们，点起账。小心一点。我妹，你又过来了。是的。要多少钱？100。啊？100。100没有这么多了。多少钱就有多少。5毛钱一碗。涨。来，最后这一份5毛钱给你了。6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没口福了，收摊卖完了。手机收了8块，然后这一鞋就是今天卖的了。18加赚得多吗？22块，亏本嘞。卖完了。卖完了，亏了8块，不算人工费。你赢了。